里是南宁农产品交易中心的订货会场，马上我们就要开始今天的谈判。今天会进行三种形式的谈判，分别是抢订单、运货品和分奖金。抢订单和运货品都会分为上下半场，也就是说今天总共有五场。前四场结束之后，根据大家的收益来决定哪三组进入到最终的谈判环节当中。好，那两组淘汰。淘汰，淘汰就是下班了。淘汰不下班，就在现场受折磨，但不予参加。受折磨，之前可不是这样。淘汰两组。那刚才也和大家提到了，东盟博览会后勤部门发来了一批水果订单，每个订单对于水果的需求各不相同，且订单的总价值也各不相同。为了让订单尽快的生效，每一个订单都需要有一组搭档来担任经理人，他可以自己选择如何组合大家手上的货品，同时他还可以分配这笔订单的所有钱。我想请问，比如说我跟他谈判，那他们不同意是不是也不行？对，但是决定权在你手里。决定权在我手里。就是比如说我自己就有手上就有这些水果，你就自己成交了。我成交了，这20万就都算我的，算盈利对吗？我要搞清楚什么叫成本，什么叫盈利。没有成本，没有成本，所有的钱。通透。成本就是你们的货物，我们通过所有的任务来赢货物，这就是你们的成本。比如说我只有20万嘛，我给了他5万的，我说他赚5万，他赚5万，对吧？啊，就是这20万在我手上分配的时候，我给了他，他下次可能我需要，他得还过来给我等等。那就看他这个人要不要还你。不愧是老板。我觉得全场好像只有你明白了，其他人都嗯啊。比如说他刚才就是你这个假设，比如说他给我5万，那如果我要说我不满意这个提案，不满意这个5万，那你就要谈啊。然后在第一次捕获的过程当中，有的组别抽到了一些特殊道具，一个是抢订单专用章，拥有这个道具的组别在任何一次谈判当中，你可以选择把这个订单抢过来，就你成为这个经理人，被抢的这个人就失去了经理人资格。啊，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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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第二种道具就是禁止供货，一旦有人使用这个禁止供货，你指定哪个组的哪个货品不能供应，所以这个订单他就失去了这个货品。妈呀，这个抢订单一共有几份订单呀？我们这一局总共有5份订单，但是只要谈成2个订单就结束了。哦，好复杂。这个环节当中，大家主要使用的谈判策略就是不公平联盟。什么？不公平联盟？不公平联盟。就6万，或者……我不要，我要的是福气。还有没有更低的？谁也不要赚到这把钱。谁跟你干啊？都别卖了吧，要不。先说一下今天的奖品是什么吧。今天的奖品依然是由 MC 为我们提供的纯金的奖品，小黄金。谢谢安慕希。这不就完了吗？这胜负欲一下就上来了。是真的给吗？真给。真给啊。我为了你，我得一回呗。好呗。那经理人是谁呢？大家面前有我们 MC 的益生菌酸奶，大家看一下评比，贴有十亿活性益生菌的组别就是今天的第一位经理人。哎，我们好，今天的第一位经理人就已经产生了，就是子队凯哥和真源，请两位带着你们的货箱坐到经理人的专属座位。十亿活性益生菌，还是我们的位置啊？直接给他下了，让他再嘚瑟。下一位经理人就是按照逆时针的顺序依次往后顺延就好了。好。哇，专用支票。为大家展现我们的第一笔订单，请看。砂糖橘。砂糖橘。这个订单一定要有的货品是砂糖橘，其次
沙田柚和莲雾当中选一个，山竹、芒果、百香果当中选两个，这些货品凑齐之后，这个订单就成立了。20万啊，就是我们自己决定这个钱怎么分配。哦，只要能凑成这个订单。哦，我先看看我们有什么。砂糖橘、莲雾、莲雾、山竹、芒果、百香果有吗？我们缺两样，主要是。对呀、啊。这样吧，给你们点机会吧，给他们一个机会，好不好？三选二，你们竞争一下。山竹来，山竹谁有？老板，老板，我们有，老板，老板，我们有山竹。哎，我们有两个，我们两个。不不，我们这便宜，我们这绝对便宜。我们这新鲜，价格也好。我们原本就是卖山竹的，我们就是卖青芒的。对，我就是卖青芒的，我们就批发这玩意儿的。我们有百香果，我们也有百香果。你看啊，你像咱们有百香果，他有百香果没有用，只有他能够要挟他，因为他有两样，所以咱们拿不住他。如果11万就完了，咱可以低价。这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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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000，1000，1000块，成交。1000，好，成交。你1000有啥用啊？一会儿成交。哎，我不同意，我不同意。1000块你肯定亏了，我不同意。你们已经说了1000了，来来来来来，什么用啊？当家的是我，当家的是我。哎，我机票不是，我机票都给你开好的。是不是可以1万1？不行，不要。不是，我觉得我们四家先要达成一个共识，低于多少咱们就让他流拍。没毛病。对对对，如果谁违背这个规则，后面大家都不跟他交易。我们先要有一个共识，真的。做生意是一个市场，市场是大家越做越大的，谁先赚的1000块钱是没有意义的。你听听，你看看，说的是你，前面都是铺垫，最后一句还是落给了咱。我数不寸光了，这已经形成产业联盟了，这已经。我们不能让他垄断，因为他现在有垄断机会，不能让他垄断。是这样，我觉得我们已经提供了沙田橘和莲雾了，对，至少19万吧，剩下1人5000吧。什么？怎么剩下1人5000？我宁可把百香果摔了，我也不给他。我可以给你出这个，但你起码让我们赚一点啊！别让我看低你啊！仨瓜俩枣的你就答应了？9万，要不然就流拍，1人1万，那不能再多了。九万，我觉得合理。1人2万。别那么快，张总，这谈价得慢慢谈。不行，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谈下来了。你们俩内部很不和谐。你们11万，我们9万，很公平。什么11万9万？20万除以3，那都不是，那都不是9万。那就流拍，我们肯定不给。来，你们行业联盟先给个价。哎，我觉得这样，我觉得5万。5万，好好好，低于5万不弄是吧？低于5万我们不聊。四万，三万五，我们这个三万的，两万五，两万，有没有点圆？有没有点圆？只比他们低5000，一万五，5000，什么呀？我真的是我气，搅乱市场。你到底是不是我们这个联盟的？单品5000。哎，你这样就给自己定价了，你下面的那个订单你就没有办法再要价了。你以后只值5000了。蚂蚁肉也是肉，苍蝇腿也是腿啊。我们百香果4万，就这样。4万，人家已经有5000了，为什么你们还要报4万？对，因为后面我可以把这个交易还给你，我从你手上买45000。我不。我们你签合同，落笔为安。我也跟你签合同，我只要后面你有我的东西，我就买给你。我都落笔为安，来写这儿。他这个4万吗？对。但是你花4万买一个没有用，你还范丞丞那儿有俩。
邓总是这样子的哈，我跟你讲，我们就亮名牌。哎，等一下，先别给他。没事儿，我们就亮名牌。我现在有一个禁止供货。啊。一旦有人使用禁止供货，你指定哪个组的哪个货品不能供应，他就失去了这个货品。那如果谁抢到一个巨大的单，然后他就让你的水果无效。就是如果你4万买我，我一定4万5买你；如果你4万不买我，我就禁止供货，让你这单流拍。这么狠的吗？啥意思？他说的是。他只能进一个产品啊，他要进我们这个产品啊。郑凯，你别忘了，你马上先成一单，一次只能成两单，多难啊！我们缺两样，主要是。对呀、啊。你选我们吧，两个都有。两个都有多少钱？我们这样，但是我们如果要两个，我们就得卖贵的。我们如果两个就得卖7万。啊，你有没有信用了？你这个商户，他这一个就卖4万，我们两个怎么可能卖1万啊？3品5000。郑凯，是不是只有我给你保了底？你现在花4万5买我们俩，回头我补你4万5，你肯定是最高的。4万5也是平分啊？不是，我们4万你5000。我们这那不可能，谁跟你干、啊？那你随便。哎，你怎么又变卦了？那就取消他吧。你们这家怎么这么没有信用？报了价位就是报价负责的，你们这家怎么回事？扰乱市场。涛姐啊，我们俩加一起5万卖给他们，我们平分，好不好？平分啊？什么意思啊？怎么了呢？一人出一个还不平分、啊？我请我们山竹。虽然这是不公平交易，你也太不公平了。不是，因为你提出跟我平分，那这样你2万我3万，我还是要3万。我们2万8，2万2，行，可以，我们加起来5万，我们加起5万，我们俩说好了，你给我俩5万，他2万2，我2万8，行不行？加起来就5万。我们合作啊！你就这么算账，我跟你是有对赌的，你跟其他人的价售价现在是跟我一样的，但他们没有跟你对赌，你是不是应该跟我先签你就保了底了。我跟你讲，签对赌是没有用的，因为下一个你不可能知道自己是什么，这个拿着是个废纸，知道不？我杨天真的名字摆在这里就不会是废纸，说句话从来都算数啊！不要讲未来，讲的是当下，活在当下呀，兄弟！活在当下，我给你的单价是最低的。我这个拿着是个废纸，知道不？说句话从来都算数啊！给你写未来都是给你画饼的。你相信我啊，我这里面还有货都没拿出来。郑凯，我给你保底，谁敢给你保底？这叫诚意啊。等一下，我怎么感觉我在跟杨天真玩对赌呢？对赌是让你赚的，对赌我没让你亏啊，干嘛不赌啊？人生就是要赌一赌啊。这是一场商战，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。我再跟你讲一下啊，你只要不跟我交易，我就让你流拍，所以你这个交易是白谈的。他的是这样，他的禁止供货我倒不害怕，但是我比较看重他跟我对赌的这个4万5，我觉得比较有吸引力。不是，单单只有一样东西他跟你对赌，他不够。我要有两样，我跟他对赌什么？我不就是因为只有一样才跟他对赌吗？所以我觉得杨天真这个对赌协议还是有价值的，他可以禁止我们，但是他的对赌是必须要实现的，对吧？我们组提供的是百香果，对，这样我们在这个4万的基础上加1万吧，好吧？好。1万5，芒果稀缺呀，芒果。是这样，你别眼红他的4万，因为他出4万没有用，他还得还4万5。对，我得还。就1万，就1万，1万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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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 了，一万，我们一万。你看，来不及了吧？你要的是哪组的？你要哪个组？
糖，还有芒果。哎，不要我们的。好，那这样的订单是否可以成交？如果你对这个订单不满意，还可以选择把这个订单抢过来。现在请做出你们的选择。别留了，看看吧。三、二、一。工作愉快。经理人，第一笔订单有赚钱了，赚钱。这是白鹿和范丞丞的10000块钱订单。这个是李晨和杨天真的40000块钱订单，给到二位。谢谢郑老板，恭喜发财啊！生意兴隆，生意兴隆，生意兴隆，生意兴隆。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。所以第一笔订单，紫队目前收益150000，粉队收益40000，黄队收益10000，另外两队零进账。没事没事没事，下一轮下一轮下一轮，合作合作愉快。好，那么现在请经理人回到你们的座位，按照逆时针的顺序，请周深和雨琦前往经理人专座。合作愉快，老板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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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有用，没有没有用。我们这一轮的谈判已经成交了一个了，如果说接下来这个订单再成交的话，我们这一次谈判就结束了。提醒大家一下，这一轮谈判结束之后，你们手上的所有货物和道具全都失效。抢订单专用章，谁有那个谁赶紧用，不用没机会了。你们有没有？我觉得你们有那个什么的可以马上坐上去了，想当老板的赶紧坐上去吧。接下来我们为大家公布第二笔订单，越来越低了，钱。芒果。哎呦，哎呦，怎么了？全是你们的？他们是芒果。大家好，我们是麦新芒的。从来没觉得这芒果这么香。大家都没有芒果吗？那当然了，两个芒果都被我们。可是你们五选三，那三样你们有吗？我们家庭又有莲雾，有松竹，有，所以我们得找个芒果。就缺芒果，那行了。我觉得要个13万不过分，至少10万打底。我们谈一下啊，你要多少芒果？10万。十万，十万。这把让我们先赢吧，你们还能拿点分儿。不给拉倒，没有人有芒果。对啊，10万。哎，10万，我就不行。不行，给他们最差都得平分。最差。其实把这单搞黄了，对你们也没好处，因为后面的订单价值应该会越来越低。所以就是你们现在把这单搞黄了也没有必要嘛，我们就好好的聊嘛。语气越来越软。那我给你两，我给你哎，给我20000，你也真说得出口。给你60000嘛。8万，这样7万好不好？7万，8万，交个朋友。咦，交个朋友，交个朋友好。3、2、1，上链接。我们俩呢？那你把这个给取消了以后，我还有一芒果呢。Mango is my word。芒果被你垄断了，已经。芒果大王，成哥，陆迪。我特别想跟你们交个朋友，没芒果。起码是8万，给你们自己留到了。来，经理人做出你们的决定。8万就交了，这没差多少。先8万，我们先选程程吧。先选程程。3、2、禁止交易。本队选择有一样货品禁止供应，你们的选择是？哼。蓝队你们缺失了莲雾，接下来你们选择。哎，你们有莲雾吗？哎。我们有莲雾，有莲雾，你就是要搅和别人的生意，促成自己的生意。有，哎，你们可，你们可以要这个，我们可以要百香果。一会儿说名单缺的就是咱们自己的。我们可以要百香果，我们可以要百香果，你们俩出个价吧。我先算一下啊，他那个芒果是7万，对吧？8万，要8万了，8万15减8等于7，还剩7万。哦，那行，那我要7万。啊！搞了个单子，我们最后1万。我们没有，我们零。
涛姐太狠了，算盘都崩到我脸上了，涛姐。不然那你说，你说，神神，我就告诉你，我其实我是不太同意，但我做不了主，你。哎，我们很简单，我们这个6万，还给你们留1万。别说话，凯哥，你们要不要参与一下？你们没有吗？5万。哎，他们也有人物，不是你们成了，你们钱是最多的。他成了这个，你们虽然我们让你们留拍，但我给你们留，我们4万，3万5，我们2万，1万9，最后再报一个你们觉得可以给我们最好的价格，1万8，9000，8000，7000，5000，5000，还有没有更低的？4000，还有没有更低的？3500，3500一次，3500两次，3500，抢单！沙哥使用了抢订单专用招，所以现在这一轮的主持人成为了绿队，请蓝队带着你们的箱子和水果回去吧。杀他！杀他！忙活啥呢？这忙活半天，我们什么都没做，还赔了个莲雾啊！是的，蓝队真的亏啊！还是这个订单哈？重谈了。都报一下，都报一下价钱。3500，老板，3500。这俩一块8万，每人7万5，咱分了行吗？7万5其实还行，因为咱们拿1万也是8万5。他们7万5，行，7万5可以，7万5，范丞丞、白鹿7万5，卖给了我们一个芒果，一个山竹，他不可能有莲雾，什么莲雾？没有这么多莲雾，要莲雾干什么？哇，你好多货啊！够了，试样水果。合作愉快，老板。那这个订单是否成立？请准备，3、2、1，抗议。抢单！你们有道具啊？又抢单！老板，看看我们的芒果！又抢单！重回宝殿！精彩！你发了多少张啊？下来！天人相报，何时了啊？这真是一场商战。3500好不好？刚才说的，我的三千五，不是他们。等会儿我有点乱，你先摆上，你有什么？你先摆上。你差啥？你差啥？张哥，你先下去吧，你先回去。行，我们刚才给他们75000，给你们也75000，75000。好。你要个百香果吧？给多少呢？哎呀，就看着给吧。哎呦，咱们关系这么好，那边3500，刚才要7万的，涛姐去哪儿去？哎呀，咱还记什么钱仇啊？咱抢的是合作共赢。送给你了。真的吗？谢谢魏总，谢谢凯哥。可以，意思给1块钱也行吧？啊，行，一块。这一笔的订单是否成立？请准备。3、2、1，好，这笔订单成交，黄队再次获得75000。凯哥，你们是1块钱是吗？对，一块钱，比我想象的收益多。第一次谈判之后，大家各自的收益情况怎么看？15001块，哇！但现在4家都有钱，咱家是一分都没有。接下来我们还有新的订单，希望大家继续努力。杨总，我想问一下，这个合同就失效了。失效了？这游戏结束了呀？不是，还有下一轮呢。这叫商人，他单品卖你的裤裆，我都不知道你怎么想的，哥哥。但是我们的合同还在啊。水果废了，合同也废了，游戏结束了。不合同先留着，下一轮再说。在第一次谈判之后，大家要出国考察。我
充货品。水果的品类越多，你们在谈判时的筹码也就越多。现在你们可以各自自行选择要前往老挝还是柬埔寨，但是老挝的市场为大家准备了10件水果，而柬埔寨的市场只准备了4件水果。如果选择去同一个国家的人数越多，那么每个组别分到的水果就越少。哇，心理战啊。然后要做选择的人就先到我这里来领取车票。走吧，你选好了。门口停了2辆车，带着你们的货箱上对应的车就行了。选老挝的概率高一点。对，保个底。保底至少有2个吧，就是。对，保险还是冒险？我这种冒险人性格，但是呢，那我们就去冒险，走。确定？我无所谓，我陪君子。再见，走啦，拜拜。走，走，走吧。感觉这单生意要成啊，凯哥。